闻现场，美国职棒看华视，洛杉矶道奇看板球星大谷翔平又成为了男主角。旅美生涯季后赛首战对上圣地亚哥教士，打者翔平二局下炸裂，敲出了个人的季后赛首轰。超级嗨，外野球迷更是抢成一团。大谷翔平旅美七年来的第一场季后赛，立刻敲出了他的这个二局下的三分炮，更是一度帮助了道奇追平战局。那么在这一轰，更看得出来，奥塔尼自己也很嗨。一敲出去之后啊，向来内敛的大谷难得霸气甩棒怒吼，也让现场球迷陷入疯狂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